里面呢你要搭什么背心都可以，它是一个这种，所以呢你看呢所有的大小胸部都可以穿，之外呢我要跟大家说这件很漂亮，你可以把它盖起来，或是你当然有很好的身材露出来都没有关系，或是穿 new bra 都好。那如果像 new bra 这样，我就搭一个背心，看超好看的哦，还没介绍我就觉得超好看。好，它是这样子的啦，它是剖开的，剖开的，很特别哦，里面是一件裤子，所以呢这一件呢穿上去非常的方便， SML XL 都可以驾驭，之外呢它是走一个微西装布料的休闲布，所以它不会到超正式，但是它就是有一点点微笔挺，然后一样有微弹力，而且呢完全不闷热哦，它是冰冰凉凉凉感的布料，给你们看，它是直接下坠的凉感布料，长度我觉得也太刚好了，就是我现在是穿有点跟的，然后呢我们如果是走下来平底的话完全不会到太长，我161，所以呢150公分你也不会到落地哦。这一件啊真的是 SML 通通都可以穿的，你看它很大哦，范围很大。好，再来的部分它就是这样，胸部越大的人当然越有身材露，那你不想露的人就稍微关起来，里面穿一个背心。好，它有送你一个绑带，要用不用都可以，现在不用就是这样子。后面也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细肩带的版型，绑起来还是有不一样的特色，有没有？而且呢这一次的咖啡色它是走一个完全巧克力，你平常在吃的巧克力，不是奶茶也不是卡其，它就是巧克力。